但我要玩炸弹喽，上面注意哦。行，倒扫，倒扫。哟，先搬材料哦。好。嗯、哎呦，要努力搬。这里，哎呦，差几点嘛？这里，等等。哇，这里，有了。车厢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哦。啊，225，要不要要存吗？先存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升车厢头好了。嗯，不然我觉得好可怕、啊。幽灵可再升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试看看。一把头一把变透明，不行不行、欸、哦，它没有亮了，不行、啊，那就不行了。我觉得应该要七啊，七才行。嗯嗯，好。什么？43？好，我尽量。不要拐弯就好了、哦。我在哪里？在这里。铁轨满了，有炸药可以玩喽。要不要炸骆驼、嗯？炸骆驼。好。来啦！骆驼那边我挖开了，你可以放进去了。哦，哦哟。等一下，材料搬一下，不然浪费。哎呀，好，我来帮忙搬，我来帮忙搬。冲啊！放！冲啊！石头！啊，石头！嗯，稿子跟。对了，稿子要拿哦。嗯。木头现在很多，需要石头。好。很多，这挖进去，这里可以放一个炸弹。好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哎，你的斧头掉了，我去拿炸弹过来，我去拿炸弹过来。好，可以了。啊！被卡住了，被卡住了，啊！为什么炸弹爆了？我是不是被撞到了？我是不是人撞了？撞到了，撞到了，撞到了。哇，这边很卡哎、欸，这边没有幽灵车厢，根本不用玩。真的。石头不够，石头不够，石头不够了，石头不够。可是现在这边都是被树木挡住的。我来帮、哦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有炸药可以玩。等一下斧头怎么在那边、哦？我需要斧头，我需要斧头。我炸个来 ，OK， 这边有很多石头。冲啊、嗯、！OK， 啊，我的斧头不在我这，在我这，在我这。在那边。你先那个，我去拿螺栓。好。有了，应该够了吧？应该够了，好，够了。嗯，现在是囤材料了。对，囤材料时间。有不快？嗯，很快。就放吧。嗯嗯嗯。懂哇？六个。嗯。這個啦车头吧，一定要这个的了啦。对、啊，一定要车头啦。哎、欸，不能不车。他只有加滑雪什么鬼东西的、欸？他刚介绍，你放回去，放回去。好，放回去看一下。是什么？装在雪橇上的涡轮。哦，所以就是我们会跑到雪地啦。哦，所以我刚刚是放的这个才是雪地。对，就变到雪地了。嗯、欸，等我一下、喔，应该可以了吧？那升级什么？啊，还少一辆车厢，还少一个车厢。对。好吧，没办法，不能升级。啊，这个是我们刚刚拜的地方。指路，那不知道什么意思。那放看看吗？可以放一个看看，啊、反正才一而已。还是要帮你讲最近路。啊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他会跟我说往哪边。他可以讲说车站在哪个方向、啊？对对对对对，好没屁用哦，超没用。好，没关系啊，就买了。他应该不能升级吧？不升级，他可以耶。哈？可以吗？真的？好，看看看。可是，哈？这是变什么？这什么鬼？什么东西？骷髅头？好奇怪啊！死人啊！啊？知道。什么鬼？我的斧头在我手上。手上拿什么东西啊？
哎、欸，有血怪！血怪会干嘛？我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他怎么就往那边走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哦，哎哎哎，冲上啊，冲啊！血怪会打人，踩爆吗？不知道。我在打血怪，打血怪。是不是要那个啊？地板变把它弄掉啊？哎、欸，他要把东西冲掉。我先去炸其中一个地方。需要石头，需要石头。好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炸这里。他把我们的工具震掉啊！ 哎，四十秒内不到，我血鬼，我们好猛哦！我先完成了，我们都没发。需要石头，有右边，有我用了，我用了，我用了，我死掉了，有石头，有石头，有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一下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现在是玄木头啊！看，他怎么弄掉？他要把你的工具震掉啦！手上拿东西弄掉了。对，血怪要把你手上物品震下来。 又炸药了！哇哇哇哇哇！浪浪！我的斧头呢？在我这边，在我这边。哦，你们现在缺木头，现在缺木头。我觉得突然是很快啊。对啊。不是，是我们变慢了。木头，木头拿，木头拿，下面很多木头，下面很多木头。来来来来，血怪，血怪，血怪，要扑我！好，木头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血怪死了，血怪死了。要扑哪里？扑哪里？就往前冲，就是往前。这边嘛，好。 好，还不够，上面可以走啊，上面可以走啊。呀，铁轨我先放着。铁轨，铁轨，铁轨，啊，我死掉，我死掉，我死掉了。没有铁轨，没有铁轨，我们没铁轨了。没有铁轨，没有木头。啊，在旁边。啊，我上去了。啊，上面可以绕，不一定要走水，要走上面也可以。黑黑的看不到。 嗯，也是卡在这里325，差不多。又是血。对。你是都卡这？要再一 round 吗？嗯，好可惜哦。啊，真可惜。我们接的路其实还蛮直的耶，有就是刀转弯。我们都是。 前面有什么就炸掉。哎、欸，我们中间有一个一条那个石头柱。对，完全没用到啊，那个刚刚就很可惜，浪费了。好多哦。哦，最近接中可以看诶、欸，欺负我。<咳>哦，还有木桶，你看木桶一叠一条。一叠，对，都浪费掉了。对啊。可是那个我觉得也来不及啊，那个真的弯弯要有力量，可是等于说可是要骆驼。 要不然带着跑，还有不会拉得动。它一段时间就会拉掉了。对啊。嗯。那如果说动物绑上去，就一直永远跟着的话，就还好。那这样一段时间就断了、啊。对啊。嗯。重新配置游戏选项。我们去玩那个快速的好了。对啊，看看快速不就一关吗？一关吗？关关关关什么？ 哎呀，可以试试看啊！还有什么东西啊？快速对抗啦，还有对战。要不然我们对抗看看啊？好好对抗看看。好啊。<笑>你又要打什么？什么 Panda GY 啊 ？GY 是他自己打的，我只打Panda。啊啊！<笑>真的是。二对战这里，好，我跟谁对啊？这谁？我啦。气啊！暴力气啊！<笑> 还好，可是他怎么对抗？哦，啊，干扰！存活越久，想尽办法加速对手的引擎，会用炸药轰他们。什么鬼？什么？我们干嘛？等下，赶快先砍，他自己砍树。先砍，先砍，先砍，先砍。要拍谁？我撞到你了。好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完全毫无头绪。真的，反正就做就做就对了。 忘知道了啊！你推到我，你推我，你走开！我，别录！我是不是该去装个水？我要装水。哎，水在右上角啊！他自己跑去哪？好，你给我啊！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我挖这个，这边没挖到啊！企鹅很慢。
先挖石头。经过，经过。好。哎呀，哈哈，掉石头。先是缺木头，我砍木材啊。欸、我刚本来想叠去对面，结果发现不行。在干嘛？他那个加农炮怎么弄啊？好好奇哦。知道哎、欸。等下再。石头缺对不对？对。来石头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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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好。啊。这里。来这边。然后木头我去拿，拿给你。所以加农炮。所以我去浇一下。哎、欸、小。叮叮。哦，蹦。什么？你们怎么弄的、啊？哎、欸，就放东西给他。哦，这样啊、哦。哦。所以这样啊、哦。哦。酷。他等下两边都顾着打，他没在盖铁路。对呀、啊。等下不是该盖铁路啊，阿金。所以是放什么啊？我刚放石头就变炸药了。哦，然后放木头不知道变什么。铁轨。啊，就木材啊。哦、嗯。嘣！炸！靠呀！啊！中了，中了，炸到人了，炸到人了！妈，我成功了！哎呦！那可以这么瞄准的吗？没有啊，它就是随机的嘛。我们的铁路，我们铁路，我们铁路，我靠！等下我们要烧起来了！铁路，铁路，铁路！我去浇，我去浇，我去浇，我去浇！好好。石头，石头，我去挖石头。好，好。啊，我在想啊，嗯，我大概知道木头是什么了啦。木头是好像应该是加速对方吧？真的吗？有可能。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，感觉是。冲啊！对啊，加速啊，加速啊！对。然后你就爆了！阿金，不要笑，他们已经加速我们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停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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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有，哎，去吧。哦，哎，我都放上去了。原来是这样。Cool， 这对抗也太好笑了吧。再来吗？可以啊，换别的那个，换别的地图啦，换别的地图，换别的。哇！叮！来换。困难。我是蓝企鹅。那就我跟云月。好。哈基 A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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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I。我们需要开始造铁路喽！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我来了。哇，冰！快点，云月你好坏，云月你怎么那么坏啊？阿进，我们也是啊，我们也是。阿进不用管了，你丢，你丢就对了。好，丢就对了，丢就对了，好，丢就对了，丢就对了，要死了。我们要死了，云月铺铁轨。阿金，你继续丢，你继续丢。好，铁轨什么不用了，继续丢。还有冷却 CD 啊！可恶！他不能一直丢，一直丢。